有这么一个问题，就是狗和猫同样是人类的宠物，为什么只有狗对人类无比忠诚，而猫天生反骨，总对人爱答不理？大部分人可能都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我们都知道狗最早是由狼演变而来的，最早的人类和狼签订了契约，人给狼提供食物和住所，狼负责保护人类，这原本是互惠互利的关系，狼作为员工给人类干活，人作为老板给狼发薪水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类不断地驯服着狗，狗也乐意接受人类对自己的 PUA， 快乐地做着舔狗，慢慢的狗就发展出对人类产生同理心的能力，可以阅读人类的肢体语言和喜怒哀乐，并能够和人类无障碍的交流。正是因为狗拥有对人类的这份同理心，所以人类才会把狗狗的行为解读为忠诚。其实我们对狗狗的忠诚度最简单的解释就是，我们给了他们一个有吃有喝还有爱的家，他们为了感谢我们而愿意听命于我们。虽然狗的忠诚度来源于狼，但他们有一个本质的区别，狼是群居动物，他们会选一个同类作为领导者，而狗因为长期享受着人类的 PUA， 所以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的，会把自己家庭里的人放在首位。但凡脑子正常的狗都不会把自己或者同类作为领导者。哪有人可能会说了，很多哈士奇都会觉得自己是老大呀？我只能说，请注意我的前提条件，脑子正常的狗。哪有人可能又要问了，不同犬种忠诚度是不是也不一样？这个确实会有一些不同。常见的宠物犬里，像金毛、吉娃娃、拉布拉多这种有独特性格的犬种，忠诚度确实会高那么一内内，但完全可以忽略不计。就记住，只要不是边牧和二哈这两个极端的犬种，正常的狗狗都是非常忠诚的。毕竟有些话真的不是空穴来风，狗是狗，边牧是边牧，二哈是二哈。我是 PD 新爹，有问题评论区艾特我 ，respect。